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发忠臣装身份。那么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，喂，我真的想说，一看到装身份就想到他了。这个也是那个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不过这一盘的话，他这个皮肤真的很帅气的。这个吕布的这个插画给满分的，确实是，而且这个是无血的嘛。好，本来作为武将来说，无血就比你们这些四阶武将多一点血，再加上我们有无双神技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看一下，乐了一下，真机。那么诸葛亮。南蛮入侵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。我们这个地方的话，卖，对啊，因为这张沙还是比较珍贵的嘛。我们吕布也是比较害怕断沙的那种嘛。啊，这个让诸葛不明觉厉啊，开了一个这个，好，杀一刀，那么闪，看一下。嘿，这个地方鲁肃打的也是很迷的。啊，不管了，这个亮点应该不是他们，看一下我们啊，这看一下我们这个有怎样的发挥哦。这个地方曹，这个地方哎，我们这个地方打的就很聪明啊，我们就是要骗一下这个，因为前面没有反贼票嘛，所以说手反不跳，这是个很大的麻烦呢、啊。没想到我们这下成功把曹睿骗到了。那么这个地方黑，这真是，那么看一下啊，这就没办法了，这就是人品。当然这个思路确实不错的。当然差一点偷鸡不成十八米了，好漂亮。那么这一架还是比较关键哦，这个诸葛是反贼，那没事的，因为那个刚才曹睿明歼我们了嘛，明歼了我们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多杀一刀的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地方火攻早就给这个诸葛准备好了啊，然后再给他来决斗一下。好，这无双神技啊，这个杀人这个非常带感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怼掉，漂亮。然后铁索连环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，五谷丰登漂亮，嘿，既把姜维克死了，也把诸葛亮克死了，也把诸葛的徒弟姜维给克了啊！哎，刚才他说没讲觉醒的，就不打机会觉醒的。好，哎，这个地方香香也是有点醉的，这个地方你要你自己过牌也可以的。好，那么果然是反贼的，这么看起来的话，哎，还有一个忠臣呢，是香香吗？好，决斗杀。这个地方甄姬估计也自知那个气数已尽了，他拼杀其实拼不了了，因为这主攻有一个明的这个张八在这里的。好，杀。那么这个地方打那个姜维，其实打姜维的时候啊，倒是有一个小小的配合，就是你一旦这个地方打姜维哦，鲁肃是忠臣，这个是内奸，嘿，这内奸也没有想到被搞成这个样子了，就是好给过去。那么我刚才怎么说，如果姜维是一张牌，你借吕布杀他也可以利用你的，他可以强行的把那张牌拿走，然后他就觉醒了，这个是可以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直接杀那个孙尚香，对，直接杀孙尚香，对。那么这个地方孙策救他，感觉不理解的这个。好，过河拆桥，因为那个你要根据场上形势来判断的话，那个可以判断出来他的内奸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杀一刀，那么当然有那个鲁肃在，鲁肃是可以撸牌，所以说姜维觉醒的话也有难度的啊。好，先怼掉，那么怼掉之后的话，把他过河拆桥再开掉，那么这下将也差不多了啊，反正那个骗身份一波的嘛。好，后面应该就是垃圾时间了。后面捉他一个的话，说让我们吕布一个打你姜维，姜维这个是有能力啊，但是吕布这也是很强力的啊，这吕布啊，吕布要有杀的话，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乐不杀，哎，这个地方我说过了，这个地方杀可以考虑一下，这个问题我说过了啊。他手上如果有一张牌，你吕布杀他的话，他可能强制借你之手觉醒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可能那个主持人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，但也瞎不眼鱼了感觉。他这个问题的话，大家以后玩的时候可以注意一点啊，就姜维如果一张牌，你借吕布杀他的时候可能要慎重点，如果他不是你的朋友的话。好，这个台词也是的，汝等纵有万军也难挡我吕布一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盘，孙奔欧气一 v 四，那么又叫孙奔啊，当然我是肯定会叫到孙策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江东小霸王要怎样精彩的发挥。那么这个牌的话，
还可以啊，这个牌那个有个吴中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吴中生友开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其实啊这个问题我说过了啊，你以后要玩的时候把铁锁留着的啊，这重铸铁锁是一个非常坏的毛病的，因为军争里面最重要的一张牌就是铁锁，没有之一的，你等你想打开局面需要那张蓝蓝铁锁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之前重铸是多么大的错误，除非你到后期你急需要要牌嘛，你开局的时候又不需那么急的要牌，你重铸铁锁干什么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王姬嘿这张打死了，这个哦，因为他是反贼，那你这个地方盲狙的这也是张角很偏中吗？那不管了，他不管怎么说他反正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很好的消息啊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内奸可能还会帮一下我们主动帮的呢，等于说这把开局捡了一个圆只能三 v 四了啊，这个二张果然是反贼头目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当然这个牌南蛮入侵，好开 A 的他应该是忠臣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果壳拆桥，哎漂亮，这个地方的话黄忠，哎呦可惜黄忠断杀了，黄忠要是没有断杀就好了，那么同归于尽吧。来他也是忠臣，那么这把这两个忠臣都是菜刀属性的啊，只不过这黄忠的能力可能更强一些，那么服完的话如果有武器可能有发挥的，没武器的话他可能会被卡住距离，这一下姜维果然强悍啊，姜维这一下有点伤，那么乐不思蜀过河拆桥，那么没事的啊，我们这个地方被乐到 APL 来了个连弩，给力啊这个连弩啊，那么待会儿的话就等着收拾这些反贼了，因为你看三个红啥的嘛，有一般人拿了一个连弩这么几张杀，反贼如果是满血还不一定得掉，但我们是孙策啊，这个激昂神技啊，这个黄忠手上哎呦真的是没什么用的牌，我就说他没杀也没酒或者逃，太穷了一点啊，啊这个没有办法，靠我们自己了，只能靠我们自己了，看看福安能不能再怼到，好怼掉，那么哎呀这都没杀中，悲催啊，好克服中原，那么过河拆桥，哎呦还好前面把我们连弩拆掉，这样拆掉就麻烦了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贾诩杀，好果然都是盯着忠臣打的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嘿没有把闪给那个贾诩，很好就让我们那个来了输，好这个地方的话杀，来这个地方杀，好这个地方的话继续杀了啊，好杀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杀其实也可以出一记九杀了，因为他不是没有闪的吗，因为你不出九杀那个二张闪是有一个明的闪的，刚才那贾诩丢的嘛，所以这个地方就不要九杀了啊，这样主角都是对的啊，你这样九杀九杀就没用了啊，这样九杀他手上肯定是有，好这个地方无懈可击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那个救一下，对救一下他活着，如果你再把我们捅一刀也还可以嘛，看能不能再捅一刀，还有富安断杀了，断杀了那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说实话那个摸牌白板哪有那么多杀，好顺手先挂了啊，好挂了，那么这个地方就贾诩应该哦再怼一刀，这个贾诩这个刀啊挂的真的是醉的啊，你不有完杀吗，你需要这个骨钉吗，好顺手无懈可击，那么只能靠我们自己了，靠我们自己了，好好这地方的话看一下啊，万一待会儿来两张杀呢，把二张不就怼掉了吗，只要是你那个再两张现在姜维也挑不了我们的，好这个地方嘿这个地方贾诩居然不丢闪，看一下啊这个地方铁锁连环漂亮，我就比你还有闪的，看到没，这个谁敢再黑我们小霸王对吧，这个地方的话杀连起来，哎呀可惜没有连起来啊，这个要那个红杀连着红杀你就漂亮了，好雷杀，好就这样啊，反正我们刚才那么历经的那个孙策我们都经历过来了，好杀，这个地方的话乐不思蜀，嘿这个段留一个无懈看来还是很睿智的，好这个地方的话南蛮入侵漂亮，哈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杀一刀闪，然后这个段再杀一刀看一下漂亮，好这个地方留够牌，这个地方号称那个两血最强防御啊，好这段杀闪，贾诩这个地方太急了想把我们打掉没那么容易的，那这个地方回过来应该就问题不大了啊，让我们这个孙策能力的嘛，就是说要相信自己的这个能力的，毕竟也是我们三国杀目前人气最高的武将啊，对吧，
这个地方打你毫无压力的，就光这个阴魂神技都足够你这个下去就不挣扎了，花杀哈哈。大孙策威武啊，你看他获得了这个称号天道威仪。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，第六盘魏蔡忠臣。那么魏蔡这个武将也是很那个人气非常高的，他这个武将而且个人能力就是，哎呀，这个地方牌很强啊。他的强力之处在于每次招这种关键牌替牌的话，他可以把他收益加倍化，所以说这个武将也是很适合当忠臣的。因为你当忠臣开 A 的话，你看这很牛了。你看一般的时候摸到两个 A 的话，对于反贼打击虽然很大，但不一定是致命的，但是有我们这个那就很强了啊。好，这个地方左慈化身那个郭皇后就不用改那个修改，你修改矫诏没有什么用的，那你到时候你不可能那个化身两个的嘛，所以说那个你到时候化身好再来一下可以，所以说你还不如老实实摸牌的。好，这一下反贼能不能挨得住这四个 A 的？当然四个 A 远不止于此啊，如果这把只是四个 A，那也那个，那恐怕也担当不起我们这个这么精彩的彩的那个本周的华彩集锦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，黑衣大师居然顶住了啊。好，那么后面的话交给左慈，这个南蛮入侵漂亮啊。我们开了两个 A， 墨汁两个 A， 四个 A， 只有五个 A 了。好，来，那么这个地方怼掉，好。那么大师的话，大师哇，大师居然还有牌啊，真的你牛掰啊！这个地方怼掉，哎，内奸也哦，双头是内奸。那么左慈应该是忠臣了，好，这个地方杀一刀。那么左慈这家很给力啊，好，怼掉，然后决斗。来，这个非常牛掰，然后再来一个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主中方三联动啊，开了六个 A 啊。就是说我们开两个，左慈开两个，我们墨汁两个，也就是说那个所有的 AOE 都在我们这边啊，所以说谈笑之间强弩灰飞烟灭。但这反贼这个也没有任何办法的，这个就是那个就这么强，有啥办法嘞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盘，看一下最后一盘，看我们本期的压台大戏啊。哎呦，这个地方选了这个黄盖，我们看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这个牌看一下，这个地方宫崎不用手下，你要留情，好，无懈可击。诶，这个地方我看到了法筝，我万箭齐发，看看法筝要不要。哎呀，可惜我不想阴一下那个法筝的，他法筝要是发动这个技能就可以跟我们强行配合的，所以说碰到这个，好，这个地方怼啊，可以漂亮，嘿嘿。法筝的话，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红砂，所以是强动的啊，所以说看你法筝发动技能，你发动技能恩怨，那就两军阵前，这个就是玩法筝碰到黄盖你就不要作死了啊！大家看到没有啊？而且这样可以在刚才是多炸响了两次啊，所以说可以多出两张杀的，可以继续杀的，果壳拆桥可以继续杀的，顺手牵羊，好杀，好，可以继续杀的啊，继续杀，那么再杀一刀果壳拆桥杀他，这个地方杀一刀。啊，这个地方把这个留着，其实刚才也可以再继续阴一下那个法阵的嘛。你继续怼那个法阵，说不定他再那个约你，那你又给那个又一次炸墙了。好，那么这一波还是非常给力的啊。好，看一下怎么来，这个地方兵叫我们啊，反贼。那么你的牌太多了哦，甘宁是忠臣啊，还有一个是忠臣嘛。甘宁这个地方帮我们这个兵拆一下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拆下这个闪电，好，是有是敌一看探便知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也行吧，这个地方的话他那个好铁索连环。那么甘宁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反内部分家了，他这样没有拆我们，那我们待会儿的话等我们少过两台，那么说不定啊那个可以再来一次方天的。好，这个地方呢黑过了，漂亮，来一下啊，漂亮。好，这个地方过河拆桥，这个地方决斗一下，嘿，法正直都不敢发动了，九杀，嘿嘿，漂亮，一刀啊，谈笑之间强弩灰飞烟灭的啊。那么这一盘应该也能入选我们本月的 top 十了，那 top 十应该也是预定了一个。怎么样？这个目前全国最顶尖的输出流啊，威不威武，霸不霸气？
不愧是我们这个亲身为国啊，骁勇虎将黄盖。那么本期的精彩素材就给大家整理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